人生第一次赶车，你也，真的是很夸张，好多人，人挤人，你看地上大家都随地而坐，天哪，吓死我了！刚有个阿姨一直贴着我走，背着双肩包，她就一直靠着我的双肩包，想你到底在干嘛？吓得我赶紧。他就是在抽烟，他在抽烟吧，他就是在抽烟。放在月台的烟头。现在已经坐上车了，准备要回郑州。在上海待了几天，要回家了。师傅，咱们到那个高铁站半个小时就到了，是吧？20分钟啊！坐高铁啊？对，我坐高铁。哇塞，现在要赶春运了，我人生中第一次赶春运啊！好多人呐，上海的天也特别冷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潮，看这个人潮，哦，太多人了，大家都是大包小包的。出发。前面通道也可以走的人少。可爱的大喇叭。往前面通道走，前面通道也可以走的人少。但确实前面的人真的少。我要进高铁站咯，然后进去之前有一个要安检的地方。进站的时候呢，他是要刷身份证才可以进的，然后我要拿了一下我的身份证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我们要推过去咯，然后把身份证放在这上面。核验通过，请快速通行。OK， 核验通过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在这边排队安检行李。说到高铁站安检，在台湾待久的我真的超不习惯，因为台湾是没有安检的哟。给大家看一下行李和包内携带的液体物品进行安检，安检的时候不能有液体。回到大陆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坐地铁、坐高铁时需要安检，因为真的很繁琐。然后大包小包的。那除了安检，行李要安检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人，对人也要进行安全检查。看到吗？他就拿一个黑圈圈在你身上扫呀扫，完了之后行李都在这边。哦，我刚刚一阵操作猛如虎，大家都在这拿行李，因为现在是春运啊，这个人特别特别多。我已经进来了，要去赶车了。看，大家都在这席地而坐，都坐在这边等，等自己的车。这种春运的景象在台湾还是很少见的。上一次我带礼包坐高铁的时候，他有带了一罐那个随身喷雾防汗的那个。他的行李在过安检的时候就被工作人员拦下说那个不可以带，要把那个拿出来。我们这边坐高铁还是挺严格的。有时候我总在想，为什么中国人总在安检？难道是对人民的不信任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。晚点了，还有停运的。哇哇，天哪，吓死我了。刚有个阿姨一直贴着我走，背着双肩包，她就一直靠着我的双肩包，然后我已经走到一个就是不是特别拥挤的地方了，她就贴着我的双肩包很紧，然后撞了我一下。我在想你到底在干嘛，吓得我赶紧把双肩包取下来放在行李箱上了。现在有一点不太敢把包包背在后面，因为人太多了。阿姨就是她也没有行李，就一个人，完了就一直撞我，一直撞我，就是那种推着我往前走的感觉，我都感觉到她有碰到我的包包，好吓人。当我回头看是谁贴着我走的时候，阿姨看到我转身直接快速走掉了，没有继续再走在我的后面。希望不是我误会那位阿姨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遇到了小偷。花花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，一个人出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老公给我准备的 N95 口罩戴上了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我站在旁边准备最后一个进去。速度有点慢。接过去。
经历了重重关卡，我终于进来了，也终于踏上了上海回郑州的列车。车上还有很多为了回家没抢到高铁票的乘客。在大陆，春运回家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呢，大概坐了6个小时的车程，到站时我要下车了。没想到，就在我要下车的时候，在高铁列车上，我又看到了一幕让我很傻眼的事情。这是烟吗？Oh my god！ 这个工作人员在车上居然掏出了他的香烟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画面，太炸裂了，让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看一下那个人，在列车里面直接在。小心，不好意思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工作人员素质还是蛮高的呢。他没有在列车里抽烟，烟头没有带上车，而是丢在了地上。我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。是不是很夸张？我们的高铁站里面大家可以抽烟，就是，你看，我身后还有一个，看到没？他在我后面抽烟，烟雾缭绕，而且我现在都还没出站呢，高铁就在这旁边。看到他把烟头踩一踩放在脚下了，真的是两岸是不是差很多，差太多了吧。上一期影片说两岸人民素质差很多，结果花花被骂翻了。这些画面都不是我故意要拍，难道说这些都是我找的演员来演的吗？许久不回家，一回来身边到处都是大陆人素质低的一面。作为中国人的我，真的很难为大陆人讲话。我也不想一回家就看到这些画面。还有那些骂我的小粉红们，如果你们不想要被别人说大陆人素质低，那麻烦出门在外大家以身作则，做好自己，遵守礼仪之规。难道这样很难吗？是吗？这么一条冰箱都走雪了，你看。是的。哇，今天的天也挺蓝的，但还是有一点点霾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我有家人在大陆，这个家我是不想回来的。每次看到中国人在国际上闹笑话，我都想问这些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。我不否认我是中国人，但有问题的中国人就应该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。我会做好我自己，请小粉红们也当好一个合格的中国人。影片的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家人，我从台湾带回来的金门高粱，他们火辣辣了。金门高粱，多做一点点，散茶了。好好好，尝一下，埋上，埋上，给多点料，埋上。就一个宝子，好，欢迎大家开始。好的，那个真好。小孩子们呢？那大人不得了了，气多了。我的。欢迎，热烈欢迎。这个金门高粱什么味道吗？辣咸，走。56度啊，减重，打了激动人是吧？放点盐，撒点盐，然后再倒醒点盐，我感觉到了，它就辣呀，是比你们平时喝的度数高是吗？它56度啊，姐，平时52度啊。那平时喝的多少度？52最高了，53。他们家乡的这个雪，我都800年没有见过了。我的天哪！